今天来个纳克打野，拿完蓝红来打拉维尔，阿姨挑飞阿端出塔，先把兵线推一推。哥德也来了，三包一，他出不出塔也跑不掉，站在塔边开大招，接上挑飞一刀带走，往前再刷一刀横扫阿端离。走一下位，不要被诺可西绑走，我反了九六兰，他来反我的。草中飞出来一个叶娜，用大招在他切刀时反控他，下草一刀横扫，上草挑飞一刀拿下，再位移下草横扫，反复横跳。维罗推了一手好车，反被塔射成残血。阿姨进场先带走一个，再接大招。逆风利用人对战术多打少，普攻先拿个双杀。等两秒钟技能冷却阿姨，却刚变成形态的力量技能没了，利用普攻把它慢慢的让给队友。阿姨横扫一，撑一个助攻，等一波技能穿墙，不要以为回到塔下就安全。阿姨一接大招。三招位移进场，大招逼出力量瞬移，他变身跑，阿技能追，瞬移刀横扫给路过的凡恩，阿技能躲开菲利那一条长长的，进入狩猎模式，把力量找出来，这个草丛没有，那就在那个草丛，吃完他一整套伤害，请回他吃两刀。队友把敌人拦在红区，显示暗影凯撒在打架，一技能直接穿了更远的墙，一刀暴击一个叶娜，阿姨横扫双杀，顶不住了，叫帮手。蕴藏住黑暗力量的锁匙，在我面前显示你真正的力量。太弱之下，小英命令你即刻解除封印。后续太残忍就不播了，暗影凯撒拿五杀了。反完对面的蓝，下路有兵线，一个大招防御那一波爆发，穿着韧性鞋不怕他，一技能跳到另外一边打他，阿技能再到对面，还有阿段再跳一次，在他队友来之前补攻拿下，杀将飞天了，别害怕，进入草中让他打哥德，他技能用完了，强我回复，回头反击。下一个轮到谁？闪动位移快速跟上，大招把拉维直接拿下，往前横扫一刀挑飞打两刀阿段拉走，顺便把雅跟尼之沃也躲了，等兵线进去就可以一波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快点给我个点赞留言订阅，我是摇摇摇头，我们周五再见，拜拜。